对它不陌生。它是我们之前的牛仔短裤，牛仔连身短裤改版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是做这一种比较秋冬的斜纹布的色，版型非常挺，胸围 S 到 L 都可以穿。然后妞妞因为里面我没有穿小可爱，我直接穿我们家的平口内衣。好，你可以自己搭小可爱。再来呢，这个绑带啊，可以自由，就是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它只是给你一个可爱的蝴蝶结。再来呢，这个是自由的，来 S 到 L 都可以穿。然后这一件版型非常笔挺，你如果搭牛仔外套啊，简单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裤型也都非常漂亮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穿，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的适合。然后这一件呢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但是你看一下它这个颜色，有看到我穿出去吗？有看到我去宜兰，就是买宜兰饼的时候拍了好多照片，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它蛮适合搭一些罩衫啊，或是牛仔外套，都非常好看。那里面呢，你也可以自己搭配，有白色的 T 恤啊，不想要穿那么露的话，可以搭配一个小白短 T 在里面，也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这件蛮推荐大家买的，就是如果搭球鞋，或是有带小朋友，而且有一个好处是它这个裤管非常笔挺，不会说卷的，就是歪勾起床的，它就是还蛮工整平整的。然后整个版型你看非常挺，它不是那种软软的、哦，一压就烂，你看它还会挺回来，它的面料非常厉害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大家有缺连身裤，因为这个版型很好看，所以妞妞又另外再找了布料，然后用这样子的版型，好。它就是很简单，这个啊全部都可以自己扣，我是扣到最底。好，然后如果你的肩膀肉肉一点，或是你想要再低胸一点，你可以再把肩带调下来一点。这个版型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卖，所以就是再多选一种布料，非常非常好看。你看它材质，我要必须再测试一次。你看它是自己会挺回来的，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挺哦，好看好看，没有分尺寸 ，S 到 L 号都可以穿。刚刚有讲过了，刚刚有讲过，但是它没有弹性哦，它就是一个蛮笔挺的，就是斜纹布。然后它的颜色，你们可以上官网看会更清楚，就是这种有点麻花灰的颜色哦。